Hello， 大家好，收看我们频道叫英超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友谊赛，然后我们就玩金库攻防这个东西。我就话不多说，开始先啦。我在这里用的就是佩妮啊，因为佩妮炮台是过墙的嘛，而且打的距离是非常远非常远。所以他完全不怕，如果最后完全不怕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是非常远的嘛。如果啦，炮塔，如果啦，他们站在这样子的话啦，他们就会受，他们不会受到很重的伤害，但炮台会受到很重的伤害。我需要纸把它打完了。我骗他们走位，我用这个就是要骗他们走位了吗？看我能不能过去翻盘点，我已经达到97%了。如果佩妮的炮塔过去的话，真的是很恐怖啊！佩妮还是很好，我开悟，你看，这样就对了，那炸的手对吗？他在炸的一瞬间，炮塔这个东西也会受到伤害，而且他的炮塔会被看到。嗯哼，你就可以直接打了。是这个力，我会嘣，你有打到，可恶，很。OK， 守完他了，然后下一个人我就打算用一个，我觉得啦，用一个可以走穿过去的一个东西，我要这个跑兵，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要硬一点。所以我就打到这个，给他硬一点吧，有护盾一点，然后打的时候刚才高兵滚落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刚才忘记回血了，不行了，然后得，然后我打算从这边这样子直接穿过去他家，我们能不能防守啊？能防守吗？对吧？我过去投塔，投塔的时候呢，我就投比他们痛一点。没有，我偷塔偷到4%，对，基本上可以用像我刚才这样的走路应该是可以算强的吧。这个方的话直线，而且直线走过去，一刀破，所以下一场啊，我就用，我们试试看我这里拿了英雄城。
我们就挑几个出来玩呀。我们挑完苦力木佩妮，我们挑完公牛佩妮，然后现在我们挑一个达里尔。我一个手超短的达里尔，应该是先空丢些，空是空。B D， 我去，丢丢丢，掉死，喵、输了，两个被洗，哎呦，另外一个要被干掉啊。再说，直接被干掉。十秒一步。看我们从那边来的。我说他们往那边来的话，直接切入他们。切入战场。喂，没有打到我，他得救 GG 啊。厉害，一人走两个啊。跟他交换两个人是啊，吃不到，直接被罚。我是看等一下，我可以不可以？我看下面我那边这边切入，等一下，我那个武装转这先，我在那个很对的位置，那个还打。我想飞过去啊，我想飞过去啊。然后我再换到一个，那一个罗莎，然后就拿这个，我就拿在草丛可以恢复200地生命值，200地，很少，我觉得很少，不可及，不过草丛嘛，还在草丛里带路。多的地方也可以当死刑，那没有，真的是跟他交换人了。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跟他，可好了。你现在在给他种草先，你就吹他，吹你想安好。马上等我在那边了哟！来，要开大招就去，听你小 uncle。等一下，给我推！啊，推好了，呼，推到69，
subscribe so you have three buttons. ทุยเสียหนตัวบอสเซ่ทุยเหลียงเสียเท้าตัวทุยสั้นเสียไฟถังตัวทุยซื้อเสียเลยหนสาวเดี๋ยวค่ะเสียสั้นเลยโบจะมาเน็ตฟักกี้หนึ่ง出到五张配件，死啊！吐！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哟！啊！飞炸飞机，终于到达这里了。OK， 我们已经跳完了，我们已经跳了公牛，还有放牛、坦尼、加里尔，还有刚才有罗莎，然后最后我们就玩个特啦。嗯，那你自己。玩这个。提升十一把点的，那个我不玩，玩这个吧。其他的都快很少了。这一次一个蛮多的，我从零零就打到了。给你小安康红，我给你添一根草。谢谢大李哥，看到我进攻了，应该过去了。我要是过去了，他不应该被咬。呀，你看见？啊！别跳！给你小心头。有这有吐啊，第二次就无吐了。我觉得那下次应该就是无吐啊，无吐无吐，就是有了吐气，我这次就出来啊。呼呼，那一下完了。OK 了，基本上我。天文英雄全部弄完了吗？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记得按个赞，还有分享，还有 subscribe 哦，拜拜。